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今天又有机会来研究马可福音。西，耶稣论国度，耶稣的服事和救赎，十章三十二到四十五节。一，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和复活，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，耶稣与门徒上耶路撒冷去。耶稣在前头走，门徒稀奇，跟从的人害怕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他的重担。耶稣叫门徒来，人子被交给宗教人士、祭司长、文士，被定罪，被交给外邦人戏弄、吐唾沫、鞭打、杀害，过三天复活。这是第三次，也是最后一次预言受难经文。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节、九章三十一节、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”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，虽然要受苦受死，但要从死里复活，得胜罪恶，得胜死亡，完成神救赎人类的大使命。二，门徒要求坐在耶稣左右，十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。A 坐主左右，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。雅各和约翰是耶稣最爱的核心门徒。耶稣问他们两兄弟说：“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”他们两兄弟来求耶稣，将来耶稣在荣耀里求主使他们一个坐在左边，一个坐在右边，是最有权势尊贵的位置。列王记上二章十九节，他们渴望得到最尊贵最荣耀的位置。 B 喝主的杯，受主的喜，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喜，你们能受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能。”耶稣说：“我所喝的杯，你们也要喝；我所受的喜，你们也要受。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乃是为谁预备的，就赐给谁。”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、约翰。在旧约中，杯一般指受咒诅、遭灾难、受审判，但有时也指喜乐和福分。那么受喜就是进入忧愁、痛苦、死亡。在耶稣的时代，犹太人眼中，洗礼是神更新他的子民进入神国度的前奏，预备迎接神的管制。彼得在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九节、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开始到现在，门徒误解弥赛亚来就是光荣凯旋的时刻，跳过受苦的时段，
误以为喝主的杯、受主的洗，可能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庆典宴席。他们说，我们人雅各和约翰天真的回答说，我们人。虽然当时他们不明白主所喝的杯、主所受的洗是要以主所受的苦有份，但是后来雅各死于非命，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二节，约翰被换主到拔摩海岛，启示录一章九节，没有受苦就没有荣耀，没有受死就没有复活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。三，人子来是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，十章四十二到四十五节，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，大臣管束他们。耶稣说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仆人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，耶稣强调仆人领袖 servant leader 的理念。耶稣将做主门徒的意义表明出来，他自己做榜样、做典范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应验了受苦仆人弥赛亚的预言，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到五十三章十二节，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，成就了神救赎世人的大功。做多人的赎价，耶稣的死为世上所有的人，他的救赎是临到全世界的人。耶罗米认为，身为神的仆人，耶稣为罪人的死带有无限的赎罪能力。第一，耶稣论他来世上的目的，耶利哥的瞎子得看见，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，一个有需要的人来找耶稣，虽然受到门徒的拦阻，但是奋力找出路，寻找的就必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父母带孩子来找耶稣祝福，马可福音十章十三节，耶利哥的瞎子巴迪买，耶稣来让他看见，耶稣回应他的信心，使他得救，使他能看见，马可福音十章五十二节。耶稣与门徒到耶利哥，从耶利哥出来，在耶利哥路旁有一个讨饭的瞎子巴迪买，他听见耶稣就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。许多的人就责备他，不许他出声，他就夜花的喊叫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八节，耶稣站住说，叫他过来。他们说，换心起来，他叫你了。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来见耶稣。耶稣说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，拉波尼，就是亲爱的夫子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，
瞎子立刻看见，跟随耶稣。信心常常出现在意料之外，如叙利亚腓尼基的妇人，马可福音7:24-30，耶利哥路旁的瞎子巴迪买，他是不被注意的人，听见耶稣来了，就不断喊叫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”人责备他，禁止他不要出声，但是耶稣听见他，关心他。这个瞎子巴迪买，眼瞎又可怜无助，只有在路旁祈祷，但是他听见耶稣，相信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就是弥赛亚。弥赛亚能够让瞎子看见，以赛亚书35:5，他就大声喊叫，呼求主名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他全心信靠，完全相信耶稣会怜悯他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使徒行传2:21，耶稣就停下站住，问说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众人说：“换心起来，他叫你的拉波尼，就是亲爱的夫子，我要能看见。”信心的呼喊主，信心的呼求主，在人瞧不起的瞎眼的乞丐，但是在主耶稣的眼中是可怜的，主怜悯他，关心他，应允他的呼求。你的信救了你，他立刻看见，并在路上跟随主耶稣。彼得、安德烈、蛇王跟从主，雅各、约翰、舍船跟随主，利未、马太舍下税务跟从主，巴迪买听到耶稣的呼唤，跳跃来到耶稣的面前。耶稣医治了他的眼睛，使他能看见，他就欢欢喜喜跟从主。父母为孩子求主按手祝福。今天耶稣呼唤你，问你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你是否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？你内心的呼求是什么？愿神赐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